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奇。今天我们来拆一个最近网上很火的盲盒，这个盲盒是5毛钱一个，96入的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反面，包装了很多小奖品，这是每个对应的编号，26号中这气球，28号中这个飞镖盘，还有很多这种小礼品。而且承诺的有现金大奖等你来抽，里面有现金，有奖金，有奖品，机会多多，惊喜无限。而且这个也是保证的100%中奖，内有现金加奖品。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是谁。第一个猜这个，乖乖，这个是个橡皮啊，闻的还挺香的。按照我们之前的习惯，四个角一般都有大奖，我们看看四个角有什么大奖没有。先猜最左上角一个奖，这个角也是个橡皮。第二个角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挂件，小鸟的挂件，这个还不是橡皮，软的软塑料。看看第三个角，又是这个橡皮，这个奖不会是橡皮厂造的吧？四个角按说应该有一个的，看一下这个角，第四个角也是个橡皮。头一次四个角没有大奖的啊，又是橡皮啊，这是一个塑料骰子，这不是橡皮，这个还好吧，5毛钱买了个塑料骰子。橡皮里有一个奖券，12号，我们看中的是什么东西。12号中了一个贴纸，这个5毛钱还可以，不止5毛钱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奖券，14号。14号是什么东西啊？14号，一个笔芯儿。一堆碎橡皮就是我这个奖里面的奖品了。来看一下它带的都有什么东西，一杆红笔，一个卡片，一个好假的子弹头吊坠，一头软软的猪，三个塑料卡片，冰凉贴，清神醒脑，缓解疲劳，提高注意力。看一下，哦，这个贴就是小宝宝那个推热贴，有一点薄荷的味道，挺冰凉的。一个橡胶的毛毛虫，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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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什么鬼？这干嘛用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这里面的超级大奖，一个飞镖。大家看，它这个飞镖是有一层粘胶的。哎呀，断了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吗？是粘的，它是粘上去的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。就这样玩，好弱智的玩具啊！哦，那一个飞镖飞到那了，这个好粘呀！嘿，王爷乖乖，它粘不住，嘿，中了，嘿，哇乖，嘿，毛线！这里面最好玩的也是这个大奖，飞镖玩具，这上面是软的。粘的一个镖头，它没有那个针头，不会伤害人，这一点做的挺好的。大家看看这一堆40块钱值不值？一堆橡皮，一堆没有用的东西，不说了，我要打扫战场了。我要流，我要像风一样自由，像你的温柔。参与抽奖特别简单，只要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和转发这条视频就可以了。中奖结果我会在下一个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公布，一定要记得过来看哦。